大师，他体内有龙，脉极强，非命格坚毅，无以存焉。我是天木，与天相逐，精竹雷电，光耀八极，车见表里，无物不服，五星真才，光照玄冥，千神万圣，护我真灵，巨天猛兽，制服五兵，天魔鬼，王身遁形，所到之处，万人奉迎。龙要醒，我需施催眠之术入其体内，将龙降服。
山龙呢？你慢走。什么？那龙呢？哎呀，我当时害怕极了。龙出现的时候，我根本不敢拍照。龙是世人想象出来的，不可能真的存在。十二生肖，我见过十一个。你说，老祖宗为什么会虚构一个没有的生物啊？如果有一天，鹦鹉和老虎都灭绝了，你说，后人还会不会相信？怎么会有会说话的鸟？怎么会有比人还大的猫？头上还长王子？那都是虚构的。他们两口子每年都会来拍照片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他叫柴胡，长得挺俊俏的，就是啊，脑子不好。我猜他肯定被青龙禁用过了身体，他才会产生冻龄。他没变老。阿胖，你最近是不是很孤独啊？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玩。我不跟他们说，我把你放出来。阿胖，好不好？我带你一起出去玩，好不好？你在跟猪说话？他不是猪，他是阿胖，他是我好朋友，他是我好朋友，你要不要跟他一起玩？你真的是冻龄人？什么是冻龄人？炮威，炮威！天道者出奇人，山藏青龙，冻龄不老，年过半百，面如青年。炮威，炮威，炮威！灰衣山教授，我想请问您，自从您的副本先生发布了缓穿速的研究计划，过去了这么多年，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，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具体进展吗？已经有新的进展啊！进展的很顺利，大家放心。说的，魏教授，你再说说吧，魏教授。是啊，是啊，对对对，说说两句。魏教授，魏教授，您说两句。在生物学领域，国内还没有比我魏以山更权威的人。魏教授，您回答一下我的问题。哎，魏教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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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魏教授，魏教授，在他们眼里，都把我当作只是研究生物的教授，却不知道他们在我眼里，只是我研究需要的小白鼠。这是我们连续一个月观察到实验本体对缓衰素的反应。注射头几天，身体机能各项指标的确有年轻化，但是一周之后出现了异常现象，身体发生了严重的排异。Ah!
怎么了？教授他。爸，您先坐。啊，医生都说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那不行，您还是好好注意休息，按时吃药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对了，又好几天没见你了，又疯到哪儿去了？我当然是去搜集大新闻了。爸，您看，这我写的。好，欣赏欣赏我们魏大记者的大作。爸，爸。啊啊啊！你见过这个人？嗯。这个人现在在哪儿？喏，千灯镇。千灯镇，我们真的要去找？没错。八百山，600年前八百山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叫百媳妇国的地界，传说那里有龙。龙？没错，就是因为有龙才出现了叛乱。不过元朝的统治者派军队平定了叛乱之后，命令12位锁龙将军将龙锁在了八百山。但是有一个秘密，八百媳妇国的人没有告诉皇帝，只要拥有龙的血液，人就可以永葆青春。我去，那我们要是找到龙了，那得挣多少钱呢？改变人类命运啊！做贡献！哎，那这可是大活啊！这挣多少钱？那可不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。嗯，是。我们要不要通知教授？我们必须赶在教授之前到达。所以，保密。出发，是。Yeah.
别激动，那是麻醉枪。就是啊，晕过去了。会吗？这小子怎么办呢？发现他的时候。 是在八百山下的小溪边，醒来时脑子就坏了，什么也不记得了。那这些年，他就一点都没变老吗？之前不知道，后来才发现，也不知道得的什么怪病，就是治不好。哦，柴胡，咱们喝药了。 不喝，不喝，听话，来，来，来，我是江宁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，专门研究人体的各种怪异病症。 我就是于有利。柴胡这怪病，我想我有办法。 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咱们就能到八百山。真的？哦，快呀！哦，哎，对了，那个松本先生那边真的不考虑了吗？他一直在研究咱们中国的龙，如果咱们把龙卖给他，一定能赚更多的钱。嗯？不是，咱们把龙卖给他，赚更多的钱，过更好的生活。 这多好！今日，龙是属于咱们中国人的，你把属于中国的龙卖给别的国家，这跟卖国有什么分别？哼！你清高，你爱国，可谁不知道你想阻止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你想独吞？胡说！哎哎哎！别吵了。 我们不是一个团队的吗？就是。二胖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讲话，我跟你讲话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 永远在一起。有人来了，教授。教授，就是他。 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是这东西吗？
开枪！我叫魏以山，是一名生物学家，刚刚只是跟你们开了个玩笑，不会真的伤害你们。你放了他，你放了这样。只要你肯跟我们去八百山，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的妻子，而且还会给你一笔相当丰厚的报酬。你别听他们的。这样。是啊，什么事儿都是可以商量的。你现在愿意跟我们去八百山了吗？您干嘛呀？这句话该我问你。你不让我跟你去八百山，我照做了。可是你并没有不让我自己去呀。哎，柴胡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柴胡，他们欺负我，欺负阿胖，欺负枝雅。枝雅是谁啊？枝雅是我媳妇儿。爸，我只是让他带路。那是不是我帮你们找到龙，就可以回去见枝雅了？这里的磁场好奇怪啊。你看，没关系，我们在树上做点标记，以防迷失方向。好，嗯，哎，你们小心点儿。哦。我们说好了，一路都要保证柴胡的安全，完事把他送回去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我了。柴胡，这只有一条生路，非常危险，大家都跟紧了，千万别走散了。都跟紧点儿。哎，教授，教授，这里有个记号，之前是不是有人来过？跟着记号走。是是是。
这是食人树，被它吃掉的人会变成它的新的躯干，都小心点，不想被吃掉的话跟紧点，快走吧，快快快快快，哎哎哎，等等等等会儿我呀，教授，没找到茶壶，怎么会丢了呢？一转眼就消失了。再去找。走。爸，会不会是在刚才跟丢了？晶晶。大家小心，这是食人树的藏馆，全体戒备。谢谢你救我。你手受伤了？你别担心，我爸他们只是想找到龙，他们不会真的伤害你的。你救了我，到时候你想要什么，你直接跟他们说，他们都会满足你的。别走了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我记得我们好像是从那边跑过来的。柴胡，柴胡你没事吧？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柴胡，这个十二生肖
我明白了，这个是十二生肖，它可以用来辨别方向。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不同的方位，橘是代表西北。哦，龙就是代表东南。也就是咱们往斜下方走就能到洞口，没想到你一点也不傻。彤彤，爸，爸，说了多少次了，让你不要乱跑，你为什么要跑开？爸，爸，他刚刚救了我的命。爸，战武，你没事吧？不要再跟我耍什么花招。教授，这有个树洞，别怕，走。这么多年，一直有人在寻找龙的下落。这里危险，大家都不要随便触碰地面和墙壁。去哪儿？柴胡，柴胡，别怕，没事，没事了啊。这就是八百媳妇国的首领吧？这是元朝人建的，把叛国首领的人像竖在这儿，为的就是要提醒想要进入洞穴的人，进洞者必死。小姐，别离太近啊，不然危险。你看，啊，这里有五个洞，大家分别去看一看，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不是一个人去，自己去啊！你去，哎，啊，哦，好。
你这也是生肖盘？你们那也是啊？对。胖子呢？没看见啊。去找找。好。走。下去啊！别担心，这边肯定有机关，我们一定能出去。胖子、沐风，你们去刚才那个洞口，四个生肖那个圆盘，你们去转动一下，我们在这看看有什么变化。好，哦，注意安全啊！嗯，小心点啊！喝点水吧。给你。你喝。你们看，我找到了什么？这是幽檀螺啊！据记载，它可以延缓衰老，太稀有了。哎，这个在生物医学上有极大的研究价值。这个要是给教授，他一定高兴。太好了！我们把它卖给松本先生吧，他一定会给我们很多钱的。我跟你说过，这是属于我们中国的，为什么非要卖给那个日本呢？这花是我找到的，我爱给谁就给谁。你爱给谁就给谁，你要当卖国贼就从我的团队里滚出去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因为蝴蝶在你这个破团队里，你别乱说。我要不是为了你，我能给这个废物做助手？滚蛋！去你的！金宇，为这种人不值得。揭发我的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你们必须都得死！喂，我们的孩子刚出生，他不能没有我们！不要放手，别放手啊！去死！青云，蝴蝶。你疯了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这是幽檀螺，只要你们保守这个秘密，它就属于我们三个人的。幽檀螺，去你妈的幽檀螺！你背叛团队，害人偿命！别杀我！别杀！你要真相，还是要幽檀螺？我给你还。但是你答应我
一个请求就是，不能把它卖给石碑。好，只要我们一起出去，一切都好商量。教授，我们找到了一个龙形悬崖，能看到天空，但是深不可测，也下不去。看得懂吗？教授问你话呢。喂，来摘我。你知道呢，你就说出来；不知道就摇头，好吗？不是啥回事。彤彤。哎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洞穴属土，十二生肖里面对应属土的是。龙、蛇、猴、猪，刚好四个生肖盘。真是鬼斧神工啊！放到如今，恐怕也雕刻不成这般模样。Thank you.
爸，你没事吧？教授，爸，没事。在研究调查的时候，发生了争执，不小心掉下了悬崖。我要给谁就给谁，你别跟我废话。我弟为了救他，便一起掉了下去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们站得靠后，一时间没有拉住他们。有事情。没事，没事，战武。教授，这是我们在洞里发现的幽檀螺。是真的幽檀螺？你们叫什么名字？魏一善。我叫于有利。我是秦宇。江宁生物科学实验室研究队队长。柴胡，你在说什么？20年前，我跟我一帮兄弟去八百山探险。八百山？魏以山和他身边的一条狗于有利，还有你的父亲沐风，还有我妻子蝴蝶，这个叫魏以山的为独占幽檀螺跟我发生了争执，亲手把我跟蝴蝶从悬崖上推了下去，隐瞒真相，占尽利益。这个尸体也是被那个叫魏以山的亲手从悬崖上推下去的沐风。不可能，我爸不是这样的人。沐风临死前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工作证。魏以山啊，是你吗？啊！爸，教授，你不是说我爸是被秦宇推下去的吗？他胡说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亲手把沐风放屁，你放屁下去的，放屁！我和沐风被你推下去的时候，被挂在藤蔓上，他为了救我，自己摔了下去，临死前亲口跟我说是你呀，亲手把他推下去的。不可能，当时你俩就不是一起掉下去的，怎么可能去救你？我爸
是你推下去的，爸，你说句话呀，爸，你说呀，，放开我！ 想不到这么高，都没有把你摔死。我要杀了你！在真相面前，你还是原形毕露了。哼。哦，对了，沐风是直接摔死的，有没有挂在藤蔓上，我也不知道。 你不会杀我的，脓在我体内，我死了，你怎么办？走吧，小姐。 自从我和于有利从洞里出来，就一直研究解开机关的方法。可是多年来都不得其法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得到了一份宝贵的资料，上面记载了龙的传说：如果被龙附体，就能长生不老。要想把龙从体内驱逐出去，就要在锁龙禁地念龙诀，龙听到召唤，便会腾涌而出。 你干什么？你住！走着点。童童，你一会儿就会理解爸爸。不管过程有多么的卑劣，爸爸今天的发现将会载入史册。镇字诀，天皇地黑五御灵鹫，压龙阵，安神诀。 三臂九子破军落煞凝龙神，别连，锁龙诀，不去连阵斗阵接连，七星祭雷囚龙，锁千古。地平无敌灵鹫，破军落煞去连阵斗阵接连，灵鹫，破军落煞去连阵斗阵接连，灵鹫。 这里，柴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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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能呢？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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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哎！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锁龙诀，锁龙诀是配合这独特的空间，能够让人产生置换。所有的传说都是假的，这世上根本没有龙。不可能的。神子诀，天皇帝开出鱼鳞叫压龙手。暗神诀，三臂九次破军落杀宁龙神。神子诀，天皇帝开五鱼鳞叫压龙手。不可能的！如果没有龙，你为什么还是年轻的样子？也许我命不该绝。我醒来后，破解了机关，从八百山逃出来的时候，不慎跌落，从此失去了记忆。是枝雅救了我，并给我取了一个新的名字。我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本以为就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，柴火，直到有一天，一次意外让我找回了记忆。我回到江宁市，寻找我女儿的消息。终于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安宁拿好啊，爸爸，老师再来啊。却发现他已经成了魏以山的黑我呢。这个害我家破人亡的凶手，竟然还成了声名显赫的生物学家。从那一刻，仇恨的种子在我内心深处生根发芽。我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八百山的秘密，并给你寄去了一份关于龙传说的资料，重新勾起你的兴趣。你真是孤陋寡闻。这是猎人驱赶狼的声音。20年，你知道这20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还原当年的真相，揭露你的罪行。一直都在跟我演戏，爸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还不到一岁的时候，出于不忍，我想自己抚养你。
我原以为自己会很排斥，但当我见到你的时候，内心就发生了变化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真的把你当成了我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有些事情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我本打算永远都不把真相告诉你，可是现在全被你给毁了，全被你给毁了！给蝴蝶报仇了。我知道你是我爸爸，可是只有短短的20分钟，而他和我在一起生活了整整20年，我所有的记忆都是他陪着我一天又一天。就算他做了很多坏事，就算他不是我爸爸，我也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他被伤害。
大叔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你也喂羊去啊？啊，刚回来。好。好。还演着呢。是啊。我们老板自从上次之后演上瘾了，去去去，真是的。哎，柴哥，志雅姐，你们可来了，今儿个我得给你们拍张精神的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老孟，哎，多亏了你的主意，才帮我家老柴讨回一个公道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哎呀，志雅姐，瞧您说的，当年要不是柴哥相救，我伤的就不止这一条腿了，命都没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还真演上瘾了。老孟，知道你好这口。哎呦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今儿个咱哥俩得把它干喽。一定一定。拿着拿着。